个角落，人群都拥挤，空隙隔离彼此的悲喜。相遇如果可计算几率，结果会不会是0.0001？每个场景都会出现你，自欺欺人也是种危机。相爱倘若算一种挑衅，需要多少英勇才不会笨离？和你相遇已经是不可思议，我怎么能忍心强留你珍惜？到了怎样的年纪才能平静地说出可惜？哪怕最后等不到你，我也甘心放弃。若把曾经的勇气，是否可以不再说可惜？虽然一切早已过去，至少我可以安心回忆。感谢放弃，若把曾经